他主播了103.04分钟，那个那个我觉得很强啊。我是当没想我没问题啊，但是这一届的主播真的很精彩耶。一开始精彩到最后啊，好精彩。因为这是一个用心良苦，让大家看到。哇，看到现场转播。一开始你们不是都还没显示名字，还没有现形，好多人擦身而过，现在都好多了。然后在用心良苦，就为了获得最好的主播画面。巧克力，你现在观察着对不对？但还没显示名条，地下三队在那边交叉，差一格都是差一格。哇，差一点挖到对方，这好精彩啊！超恐怖。我们被追的时候，你有看到吗？啊！你们哪一段？一开始巧克力追我们还是谁？对，好像是我们。对啊，我们追你们啊！我那时候就是听到声音，就有人往我追，我说不急，不要害怕。我们挖出两个肚鱼，然后他们都被咬到。而且已经跟你们超近的时候，然后两只肚鱼出现，我想说哇，他们是你们的保镖啊！没有，巧克力那一队后来逃走。对，就是我就听到巨鱼声，然后杜鱼死掉，估计快跑，然后人家赶紧冲，然后冲回上面，然后我就应该是巧克力他们了。巧克力刚刚是不是有爬楼梯的时候被角落的毒蜘蛛咬到啊？没有，是我们就是在那里要去探索，然后我已经看了最前面大片的区域，就它从下面来，下面是没有爆炸，只是长蜘蛛了。哎呦，超多了。鱼骨，哎，那个秋风疯狂闪呢、欸？对啊，为什么秋风疯狂闪啊？你是很怕别人不知道你在这？你知道那时候，因为我们还一直在拼附魔，然后他闪一次就想说啊，好近哦，可是还先附魔好了。第二次就觉得有点过分，第三次我就不要管附魔了，打他！拜托，我要跟你们时常强调我的存在，好不好？然后就过去看到那个深红也在那里，然后想说哇，现在是怎样？他们先吃金苹果，给他们先好了。我想哭的那一段。不要虐待蜜蜂，一直发光。他在采蜜，小不要虐待他了。他本来不会死啊，会啦。变小了有没有？凋零花，凋零花不是会？凋零花是有改吗？不是有改吗？妈妈是会死掉，是之前可以采不是吗？可以采啊，他有在采啊，所以他才一直受伤，边采边死啊。一生只能采一次啊。啊，对，玩家采不完那种，怕吧？哇，这瓶二十四个。哎、欸，这场黄金好多哎、欸，我们挖超多了，我们也超多的，我们也超多，都在我们那。对啊，可是我们金苹果其实还好，因为苹果太少了，对啊。我们苹果也有捡到一些，不知道谁打的啦，对。还会死？没有，九颗，我们这队九颗。对，好猛啊！好猛哦！一直捡到黄金。很会挖你，我跟你们讲，我真的要讲一个历史。我跟你讲，我一直在挖钻石，然后我就跟女人讲说，这迟早一定会死。你要断，你要断麦了，迟早会死，那还做什么屁装备啊？我的迟早会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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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钻石全部都到我身上了。财产遗传，你知道吗？全部，话通哎。我看那个小雨跟那个闪闪都很闪亮。bling bling 的，我是捡人家尸体拿来的。啊，那个我讲一下，我们虽然我们这堆钻石那么多，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没办法附魔，直到最后一刻。对，因为呢，我们找不到甘蔗，我们绕了一半的地图都找不到甘蔗，然后最后附魔是因为钓鱼钓到附魔酥，然后用沙轮洗掉。对耶，对，在最后的最后五分钟的时候才钓到。没有，完全忘记沙轮呢，还跑去查沙轮怎么做。真的，我们这一队是有甘蔗，然后还是没了。一开始有，曾经好像比较可怜，曾经拥有过，可以跟下坦克吗？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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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的，就是你啊！
同时站太近啦，真的。爸爸，对，雷神应该就是陨月了吧？对啊，我之前陨月妥当啦，陨月妥妥当当。我觉得不错啦，这次雷神当主播很棒哎。记得以前有一个传统，就是雷神会有头像，然后要换 FB 一个月啦。哦。收尾，那应该也要怀旧一下这个、啊。真的，既然都收尾了，应该要一直挂着挂到下一次。秋风 Junior 登场了，到秋风 Junior 登场了。为什么有些都没啊？要挂到下一届月星。永久性雷神。对啊，挂到下一届月星。蜜蜂掉下来了，到蜜蜂掉下来了。下去了，下去了，下去了，旋转，哇，旋转是，还蛮可爱的啦，这还蛮可爱的。他们摔掉了，好惨哦，好地狱的梗，救命啊！为什么会下雨啊？哎、欸，这是下雨哎、欸，对，就上来，这是下小雨、欸，大风神哦。哎、欸，这好像那个以前的蝴蝶炮，往上飞。哦，一大团，这不是以前那个蝴蝶炮吗？哎、欸，对呀、啊，就好像了。小雨不要看，小雨不要看，我帮你，我帮你。啊！都看不到了，我们都看不到了。好多、哦、哇！哎呦，对，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的，超它是旋转的上去，嗯，真的好下趴哦，螺旋跳跃，下趴下趴下趴风。他们都去哪？那再见，感谢各位参与，感谢大家，拜拜，拜拜，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辛苦了，辛苦了。你现在发现我发光好丑哦。你说一格一格的吗？怎么会这样？秋风，你感觉好像在拍 X 光哦，真的。因为你有半透明啊。哦，对啊，半透明。拜拜喽。好啦，感谢大家。最后，哦，怎么我一直用哦，一直真的是懒得改那两格哎、欸，因为那两格也是半透明的。好啦。今天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届啦，第48届。那感谢今天收看，啊也谢谢大家一直支持 UHC 这么久。那至少我今天有表现不错啦。好啦，感谢今天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大家拜拜。我要来玩龙之谷了，我要来玩龙之谷啦。没有啦，还没有离开啦，我要玩龙之谷而已。啊，要留下来就继续留吧。我只是我需要凑时，不是凑时数啊，凑一点业绩，不然我的业绩还没达到，所以就是加减开一些游戏来玩，就是慢慢蹭上去。那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挂台的，就留下来。那要休息的或怎样的就可以去休息啊，也可以就是我的台留着啦，去休息也没关系啦。那我改一下分类哈。嗯也会很不舍啦。UHC 后。哦，来龙之谷一下。龙，对，新龙之谷更新之谷。哎呦，没事吧？游戏名称。属性新龙之谷完成。那我在第一个伺服器啦，上线。哎呦，密码，搜一下。
啊，兔窝有要来玩的也可以啦，因为他们一直叫我创工会啦。可是我说我创工会要干嘛？我觉得兔窝不多人会对这个有意思啊。我的 UHC 系列不会，大概还会有那个啦，欢乐赛啦。只是这次的 UHC 的记录档跟精华都要下个礼拜才能出，很可惜啦。我觉得很多好看、精彩的画面都要隔一个礼拜。最近有跟水里讨论说，要不要我架个伺服器给就是兔窝的人进来，这样子。啊，只是重点就是要有人会管理伺服器那些东西啊，就很麻烦啊。比较烦的是这个啦。盗墓哥布林。困难就好，困难就好，入场。很晚才知道这是最后一届的，很多地方都有讲吧，你应该都没有看到而已。声音会太大吗？会的话，等我一下哦，我清完再，哦，难怪少了什么。对啊，就是要有人帮忙管啊，然后还要想说有什么活动啊，有的没的啊，不然那伺服器也很快就腻了，也不耐玩。因为其实架伺服器很简，不是很简单啊，反正就是很容易啦，只是说大家应该也都玩腻左右了，懂吗？就是麦块。如果你真的要玩，如果天天玩的话，你大概真的，你两个礼拜吧，大概就腻的差不多了。所以那时候一直不拍单人影片，就是我真的很快就是，如果没人陪我玩，我很快就腻了。
觉得一个题材能做到现在，对啊，所以那时候才会一直想说，那个 UHC 可不可以换什么创新的玩法？啊、然后，但是，一有创新的玩法，就会被一些人说，这就失去 UHC 该有的意思啊。然后就开始靠背板上面就讲说，你们根本不懂 UHC 啊，那样讲一大堆。可是我们玩得很开心啊，是今年开始啊，才会有一些新的玩法。啊，哈基他们也其实很努力啊。没办法，很多时候都要取悦观众。再来这关。我们再直播玩一点点吧，趁现在人还多一点点，我要赶快做一点业绩。哎、欸，啊 ，R 是复活，想起来了，有队友死的话 ，R 会复活。我也很努力在经营这一块，但是我现在因为以前都是做超商啊，如果我自己不做实况的话，回去做超商也会被笑死，我就干脆找其他工作吧，也没办法、啊，我会的就只有画图嘛，有的没的。那要真的要我，因为这么讲。从认识菜渣他们之前，我就其实是一个没有很会表现自我的那种感觉，就不像是会怎么讲，不会主导吧，就比较适合就是人家说什么我做什么那种感觉，所以一直以来很多时候没有自信啊，没有什么鬼东西的啊，都是因为一直以来。的模式相处下，所以开始做实况，就尤其是在 FB 开始啊，就意识到自己能力可以到哪里就很明显了，懂吗？就像如果跟哈基他们一起玩的话，就有人聊天，这样感觉起来就是比较不会无聊。但是像现在，如果我龙之谷一个人在玩的话，就变得说没有人聊天，场面会很尴尬，就是会很安静，很。尤其像一个人录影的时候吧。看你走在外面，一个人录影就更明显啦、啊。有时候就是聊聊聊到后面完全没讲话，或者是明明应该是要很激动或者是怎样的画面，我就是因为可能会太累，所以表现不出来。
冲啊！没烦啊，冲啊！那总可以一个人玩游还是好久？对啊，像哈记啊、泽品啊、团团啊、音乐啊。我其实一直怀疑自己适不适合做这个啊，我也在很努力改变啊。还有吗？还有吗？没有我的特色，可是就是会有人拿我去跟别人比较啊，啊，我也知道别人比我好啊，但是就是想成为跟他一样那样子，就觉得自己特色又没了，可是又不喜欢自己这样子下去啊，懂吗？很矛盾啊，就是有时候你自己不改变的话，不会进步，可是做自己的话，就是不会进步啊。Hello, hello. 先回人物。你是说画图吧？感谢思密达农场，感谢思密达火炮重播立即物理，这是什么？火箭跳跃，我看过很多次哎，可是都没有要用。百万重锤，我刚才学到什么啊？我记得有个被动啊，合计要25以上，25那不就要点这个吗？重力手榴弹。敢是机甲罗列要25以上哦，傻眼。23，这是什么？手榴弹，手榴弹晕眩，讨厌。狂暴杰森。哦，找到了啦，在这里啦。套用。저는아직도스승님의일이떠오르고있습니다당신이가는곳어디세요여신축복이뭡니까그늘이생기니할말은빨리가버려等下就是又要摆技能了。市场在膨胀的时候挤得进去也很难，不过我觉得
先培养一定流量比较好，比如多和其他人合作之类的。有啊，我一直都有在跟其他人玩啊，可是就是还是有限啊，懂吗？可是观众爱看的还是麦块啊，像我喜欢玩其他有的没的，也不是说怎么讲，第一次看，第一次为了看台把 FB 弄回来啊，抱歉啦，辛苦你啦。好，我要摆技能了。不要又打这边吧，浪费体力在这边。怎么又是这里？我记得这边打很多次欸。哥叔回来啊，哥叔，麦要被中啊。他为了好像救他儿子吧。重进来，以前会看剧情啦，可是现在懒得看了。你看我技能一大堆，要求贵哦。杰森重踏跟放这边，先交一只出来，然后机械压，再来是这个放火箭跳跃。机甲召回，机身重踏，技能真的太多了啦，好烦啊！怎么那么多技能？重力手榴弹。闪避竹蜻蜓或前冲。哦，这个不用放出来了。没有。